这不对的呀，这不是，这别卸了，还卸个啥？哦，他要把这两个，这两个撤掉就可以。你装上再拆了干嘛？就测试一下。测试一下。那老板要用，问他要不要拆，不拆就给他装上。你等一下吧，你问一下，问我再。 盒子里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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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是这样，这是什么钥匙孔啊？